念头主攻、寻桥打手、贪、霸、扶、粘，一不显意漏行，二不追手，三不欺敌，化桥觅对手，有时更需求，无时无对手，竟与庄中求。 这才是咏春真妙法。 奉命押解罪犯马龙，执行枪决。 里面请。喂，站住！下什么棋？马龙，赶紧吃吧，吃完好上刑场。赶紧的。 我是奉命来押解马龙的。准备好，别吃了，该上刑场了，听到没？赶紧的！你们，对不起，龙哥，我们来晚了。不好了，有人劫狱！龙哥，我们该走了。头，废物！马龙接到强如驴翻的案，这他娘的可是重犯，你居然让他跑了，还是监狱跑的！你简直把香港警署的脸都给丢光了！姓周的，说你一个堂堂的警长，你他娘就是个缺德的废物！我再给你1周的时间，如果你找不着，我逼不了他，我就逼你！是，死腿都受伤了。功夫好，不能好好讲话，长进不少啊！你也没料想，胡闹啊！虎哥，一位少爷，没想到你也来香港。我刚刚看你那么专注，看什么呢？项链要买给小凤，早说我买给你嘛！哎，少爷，这不合适。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以前不都是我买给你吗？跟我客气什么？少爷。 从小到大，叶家没少照顾我。我离开叶家来香港，就是想凭自己的本事挣够了钱，好回去娶小凤。那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啊？阿虎，开工了！来了，等一下，我已经找到一份工作，现在开工了，回头再聊啊。快跑快跑，中法越狱，全城通缉，赏金100两，快跑快跑！给我一份呀！中法越狱，全城通缉，给你一份。 快跑！快跑！所有同学请注意，香港德龄书院第1届新思维英文演讲比赛将于8点正式开始，请参加比赛的同学提前做好准备。乖女儿，就吃一口，你爹我辛辛苦苦做的，不吃，你给点面子。哎呀，不吃，就一口，不吃。哎，你不吃怎么有力气参加英文比赛呀？啊，女儿。 啊！叶问！啊！哎，女儿，你去哪儿？别跟着我啊，老赵。杨云，我早睡了。早。你怎么才来学校啊？人家都等你半天了。我这个可好吃了，给你。啊？哦，谢谢啊。来人，上！比赛你准备的？啊？这谁啊？ 干嘛啊你？我的。哎，亚云，没事，放回去。啊，不是。嗯。多吃点，说不定有橙子。说什么呢，爹？走，叶问，我们不理。谢谢叔叔。 我吃点，臭小子！少爷，你堂堂一个斧头帮帮主，怎么一个面包还动起斧头来了？哟，马屁精来了呀！这是个面包的事吗？这是我为闺女专门做的面包。三爷宠爱令爱，此乃慈父之心，在下佩服。姓周的，少拍马屁。 你堂堂一个警长，不去抓重犯马龙，跑这来干嘛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来参加外语比赛的。哈哈，你的年龄也太大点了吧！三爷，我是来保护学生安全的。哎，干什么？哦，进去吧。My name is Ye Man. I learned Wing Chun from childhood. 一问。啊？你走那么快干嘛？你走那么快，我怎么追你啊？所有学生请注意，香港德力书院第一届新。哎呀，逗你的！我们去会场吧。嗯 我们进去吧。刚开始。怎么了，虎哥？哎，叶问，你去哪儿？虎哥，叶问，你等等我！叶问，你干嘛去？还吃呢，快开始！叶问，速离学校，什么意思啊？ 干什么的？说你们三个呢？你们是干什么的？往里泡了，哦，怎么回事？给我！怎么又没了呢？ 不又来了吗？啊！这是又放礼炮了。一起！过去，过去！ 这洋学校就是洋气了，弄个英语比赛放这么多礼炮。梅梅，叫我，开门。警长，我们学校有规定啊，外人不得入内啊，我得听领导的。放他娘屁！开开。各位同学不要怕，恭喜你们，你们被绑架了。去把这个人找出来。是。所有学生请注意，演讲比赛马上开始，请抓紧时间进入会场。Attention everyone, the speech contest is about to begin. Please hurry up and get into the venue. 演讲比赛马上。我们是绑匪，想活命吗？ 出了门就大声的喊，学生被绑架了，边跑边喊，不许回头。去吧。不好了，学生被绑架了！不好了，学生被绑架了！学生被绑架了！老师，别跑！ 元哥，没有找到照片这个人。龙哥，斯图尔特署长的儿子不再理他。掘地三尺，也要找到他。是。这个少爷，比赛马上开始，咱是不是怕什么？ 我可是堂堂斯图尔的署长儿子，这个学校都是我的。不好了，学生被绑架了！我在这儿。不好了！哪个傻子还敢绑架啊？就是我。谁呀你？你是谁啊？快放我下来！绑匪！绑架呀！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我爹可是香港警司斯图尔的署长啊！放我下来！你跟我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求你了，放我下来！哎，我让我爹给你钱，你只要放了我，我让我爹给你弄个警长当的都可以啊！求你了，喂，放我下来！叶问，叶问，快来救我呀！叶问，叶问，他是绑匪，你不是会咏春吗？救我！还有两个漏网之鱼。 你们两个不抓紧时间去会场，非要我抓你们去啊！啊！打得好，叶问，快救我！雅云，快去报警，我拖住他。啊、快！有两下子啊！走，叶问加油啊！快走！这边，快！躲！儿子被叶问救走了，龙哥，你要不让我去吧？去吧。嗯。为什么抓杰克？真的是你！开门！救命啊！ 追！这边。梅梅，开门呐！对呀，赶紧开门！别跟我说了，没有批准不让进的啦！开门！开门！别开着，别开着，开！把钥匙给我拿过来呀！我就是个看门的。 我就想混口饭吃，这怎么还成了高危职业？小弟，不好了，学生被绑架了！不好了，学生被绑架了！不好了，学生被绑架了！老大，有人在喊绑架！绑架？绑什么架呀？学生绑架！ 救命！把门打开，快拿地址的钥匙把大门打开！发生什么情况啊？孩子们被绑架了，朱警长快去救他们！啊！快开门！跟着我上！洋洋。 荣哥，人来了。包戏马上开始了。快，都跟上！玉璧，演员。 孩子们在里面呢，给我冲啊！别冲！别冲啊！别冲！站住！追！底怎么回事？少爷，这里危险，你赶紧离开这儿。可是我……你别再问了，我回头给你解释。听我的，赶紧走。云玄虎。 伴随着枪炮的轰鸣声，今年本地最大的绑架案又如约而至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马龙。马龙，是那个重犯马龙。我非常高兴地通知大家，你们的孩子被绑架了，有的人拿命换钱，有的人。 拿钱换命，我属于拿命换钱的。我希望你们属于拿钱换命。快跟上面！上去！让我！队长，三小姐！小云，大家冷静！大家冷静！周队长，你快想想办法吧！我就这么一个闺女啊！ 一个时辰，每个学生5根金条。我希望下面的各位家长不要跟我耍什么小聪明。计时开始。做人，这做人啊，就跟下棋一样，黑白分明人自白，近黑之黑才过明。做人要堂堂正正。 爹，你说的什么意思呀？白鹿怎么听不懂啊？爹的意思是说，无论任何事情，要分得清是非对错，不要因为环境改变了自己的初心。老板，明白了吗？学生谨遵先生教诲。快跑！中华人民给我一份啊！给你一份。 先生，马路先生，我是周警长，能否让我进去和你面谈一下？周警长，你没有跟我谈的资格。我听说你们斯图尔特首长非常的想见我，全程在疯狂的找我。那么我现在就给他个机会，让他带着金条亲自来找我谈。同时。 我也会给他一个惊喜。我再重复一遍，1个时辰，金条数张，一样都不能少，否则的话，过1分钟，我就杀一个孩子。没有确定孩子们的安全，学生的家长是不会交出黄金的，署长也不会到。 那我就放你进来。大家听我说啊，你们现在赶紧去筹备黄金啊！我呢上去看一眼孩子们的安全，这样呢也好给你们拖延一些时间。黄金，赶快筹备黄金，快点去啊！筹备黄金。站住！ 走啊！不得贪胜，入界已缓，攻彼故我，弃子争先。不得贪胜，入界已缓，攻彼故我，弃子争先，舍小就大，逢危虚弃。 舍小就大，逢危虚弃。让他进来，慎勿轻速，斗虚相应，彼强自保，是孤取和。先生，已经很久没有人叫我先生了。文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没想到我们白鹿奇缘一别，再见面，却是在此等情景之下。我也没想到这么多年之后，先生居然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变？我变了吗？在我的印象里。 先生不怎么会笑，但是总是很随和。可是今日您笑了，我却觉得丑陋。对，哎呀，你也变了，我们都变了，所以你要认清形势。 审时度势。可是先生，你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。错？什么叫错？什么叫对？有人说了算吗？强者只问输赢，只有无能的弱者才分对错。先生，您之前不是这么教我的。 你从前总是教导我，做人一定要分清黑白。你好了，不要再跟我说什么以前的事了。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祈愿教书先生了。我是绑匪马龙。那你现在已经不下棋了吧？ 一个男人怎么能只在意方寸之间的成败呢？现在，整个香港都是我的棋盘。你不是也不满足于佛山的方寸之地，才来的香港吗？我来香港是学习更多的知识，明更多的是非。你既然尊我一声先生，我就不为难你。你现在就可以走。我不走。 这是我的学校，这有我的同学，我不能放着他们不管，我一定会阻止你的一举一动。你有什么能耐阻止我？我从小跟着您学下棋，今日就把学校当做棋盘，再跟您对一局。好，你想怎么弈？一刻钟。 看我一粒孤子，怎么杀你满盘兵马？好，我就给你一刻钟。如果你能站着出门，我就算你赢，我就把这些学生都放了。但我告诉你，叶问，棋场如战场，一旦入局，你我就是仇人。你可想好了？落子无悔。 生死由命。别让他撑过一刻钟。是。 自己在干什么？叶问，我三番五次让你走，你为什么不走？你这是在绑架！那又怎么样？我只知道我一天赚的，够我一辈子花的。你疯了吗你？拿别人的命来赚钱，你有没有点人性啊？我他娘的是疯了！从小到大，你们没有人看得起我。我以为只要功夫好，靠自己的拳头就能有一片天地，可结果呢？到头来，我连我心爱的小凤都娶不了。他假然瞧不起我，看不上我。 我像一只没有人要的狗。为什么你一出生就是大少爷，而我就是个下人？我好不容易有机会可以翻身了，你却一次次阻挠我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一直把你当兄弟。你把我当兄弟，可你一点都不懂我。虎哥。 钱没有了可以再去赚，但是这一步如果走错了的话，再回头就很难了，你知道吗？不用你管！说的了。 叶问挡道了，要钱还是要兄弟？动手啊！你，胡歌，叶问，我救你是为了报答叶家对我的恩情。从此我们两不相欠。叶问，北区有个密道，趁早离开这儿。如果再有下一次，我绝不会留下。 少爷，带我离开这儿！我让法医绳之。干嘛去？老赵，没有了，没带废物，枪都没有。出来吧，老赵！老赵，别动啊！别动，都别动啊！上去你！嗯。 周警长，这才像话。马龙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你既然跟我合作，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你总得做点表示啊。你说要找我谈，谈吧。 咱们刚才是说好的，每个学生只要一根金条。你突然狮子大开口，你向他们要5根金条，他们上哪儿去给你找去啊？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吗？等我们杀了斯图尔特，署长的位置就是你的了。我要给你准备一份大的贺礼呀！哎呀，贺礼就算了，我只要署长这柜子。但是。 杀人放火的事儿，我不干，我也不敢干，不敢干。当初你都敢帮着我马龙越狱，你还有什么不敢干的呀？你要想清楚自己到底是警还是匪。我当然是匪了，但是。 匪也有匪的规矩啊，我们还是按我们刚开始说好的办。咱们合作，你要钱，我要权。如果杀人出了事，就即便我当了署长，我也保不了你。保我？哎，周警长，你觉得你对我还有利用的价值吗？时间不多了。 好，我现在就把署长和金条给你送过来。雅云，叶问，来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那就好。北区有个密道，你现在赶快逃出去。那你呢？ 我想办法去救同学们。哎，等等，我有办法。周局长，哎，周局长回来了。周局长，怎么样啊？怎么样？周局长，周局长，哎，周局长，我拿了50根金条。好，大家都放心，孩子很安全。 他们也说了，只要黄金送到，人质就一定会放的。好，好，好。搞了队呀，去看看啊！我引开他们，你去救人。 跟你有没有关系？跟我没有关系。信不信我杀了你，马伟？对不起各位，我要改变游戏规则。 后署长还不到，就等着他来收拾吧。计时开始。署长，你赶紧去那署长，快点！是。马龙先生，署长这就到，你千万不要乱来啊！ 站住！快！大家动作快点！过来，过来！ 快点！那边围住他！快，动作快点！你看我没事走啊！老少爷，警卫，小心！警卫，小心！警卫会长，等等，等我老师，老师，别乱动！ 马龙先生，冷静！四。二。还有我。署长来了。长，处长，我点出来了，处长。斯图尔特先生，欢迎你。我让你抓马龙，结果杰克被抓了，这事儿你办得可真好。我告诉你，如果杰克伤了一根毫毛。 我会把你给杀了！是署长。给我，这儿呢，给。儿子放了，哎呀，斯图尔特先生，我想死你了！你知道吗？这8年来，我每天每日的都想你呀！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要干什么？我到底想要什么？你还记得他吗？我女儿走到凶手之死，这具血槽。 为什么不给立安抓捕？10两银子能不能买你女儿的命 ？OK 吗？署长，你是个聪明人。你说用它买我女儿的命，我今天想问问你。 多少钱才可以买你儿子的命？你还不了解当时的情况，害死你女儿的人有权有势，我斗不过他们，我都斗不过他们，我还是想帮你的。够了！我8年来卧薪尝胆，就为了等这一天，要用钱买你儿子的命。我儿子的命不卖，那你当初为什么要用10两银子买我女儿的命？ 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够不够？够不够？全部都给你，买你儿子的命够不够？不买！全校学生的命，我都可以不要，我一定要买你儿子的命！Jack! 先生，我现在已经按照规定撑过了1刻钟，你要遵守我们的约定，释放我的同学。先生。 马龙，我同情你，我想帮助你。这个钱归你。我让我的人撤，我也撤销我对你的通缉，你可以安全离开香港。你可以走了，我知道我可以走了。先生，你走错方向了。署长，这边。守游戏规则。叶问，你不要忘了，我是这场游戏的设计者，规矩是我来定的，可你却破坏了我的规矩。冷雨的死，你要给我一个交代，这样我再给你个机会。 敢不敢跟我赌最后一局？行，我就跟你奉陪到底。于学虎，你说冷雨的死跟你没有关系？ 证明你的时候到了。游戏的规则很简单，5分钟，决胜负，定生死。叶问，如果你打倒于学虎，这些学生你带走；于学虎打倒你。 我带走这些学生的命。于学虎，如果你赢了叶问，我可以付你双倍的价钱。于学虎，为这点钱值得吗？叶问，你到现在还是不懂我。 游戏开始吧！要是再不还手的话，我下一枪就崩了他的头！要想练好咏春，需从念头下真功夫。念头不正，则终身不正。胡哥，其实做人和练功是一样的。念头不正，终身不正。老师，你即使再有钱，你也终究是个绑架学生的罪犯。 住手吧！叶问，你输了。龙先生，钱我不要了，你把他们都放了吧！闭嘴！你有什么资格替他们求情？ 你只不过就是我的一个棋子，蠢货！叶问，你既然曾经叫过我先生，那我再教你最后一招。自古人子多败将，唯有冷血败胜兵。你的心软，葬送了这些学生的性命。 站住！杜龙，冷静点！王先生，冷静点！给我5分钟。你看见我们家雅云了吗？我不知道。还有还有，明天见呢。好的啦，先生慢走啊。 周警长，你什么意思？当然是警察抓贼了。周警长想过河拆桥啊！绑匪马龙越狱潜逃，有着非法团伙策划，并制造了德力书院的绑架案，进行敲诈勒索，扰乱社会治安。 大量滥杀无辜学生是罪大恶极，现依法将绑匪马龙缉拿归案。那姓周的，你是警还是匪啊？废话，当然是警察啦。不过差一点被你带成匪了。如果警知法犯法怎么办？哼！ 带走！等一等，请先等一下。进来。周警长，能不能给我一些时间？我想和先生道个别。先生，阿文实在不明白，你为何变成这个样子呢？我原本以为。 我是这场棋局的执行者，可到后来，我才发现，我只不过是棋盘里的一条线，一个交叉点，人人践踏。可是，我们不就应该做改变环境的人吗？先生不该忘记初心呐。初心，先生。 我真希望这一切都是一场梦，可以从头开始。从头开始，回不去了。人生就像一场棋。 先生，先生，虎哥，少爷，保重。云水湖。 年轻人，谁还不犯点错啊？只要改了就好。开门！哎呀，只要改了就好。吃面包的时候没噎着吧？没有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哎呀，要是没有女朋友的话，就更好了。啊，没事，我上前面坐吧。开车。 前方，心中无限梦想，冲向远方，拥有无穷能量。成长的路上，铸就了盖世无双。我期待涅槃重生的辉煌。谁的时代，谁会离开襄阳？ 未来，我崇拜热血追逐的节拍。谁的时代，谁会离开襄阳的未来？我期待拥有无。